同大家分享一篇啦，本来咧发表喺国中际利益嘅文章啊，作者咧就系咧巴基斯坦前参议院嘅外事委员会主席，咁啊题目咧就系对抗中国徒劳无功啊，美国咧系时候改弦更张了啊，咁啊就系呢个文章，咁啊好可惜我搵唔到咧，就系喺National Interest 个原文啦，所以同大家睇一个咧译文啊，呢个翻译咗嘅，咁啊就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灾难性嘅战争，咁啊以美国仓皇撤离阿富汗咧告终，咁啊呢个就讲阿富汗战争喺度打20年啦，咁啊时隔不到1年，咁啊拜登政府咧又准备咧迅速制定一项咧新嘅重大外交策略嚟到应对中国嘅挑战啦。中国美国仍然用一套咧过咗时嘅美苏冷战嘅老剧本去想遏制中国，咁所以呢篇文章咧就会讲出咧中国同埋当年嘅苏联有咩唔同，同埋咧就系讲出咧中国嗰个嘅政治啊，同埋希望咧YouTube 就唔会将佢变成黄标啦。不过我唔敢包啊，好啦，唔紧要，咁啊就。一樣我都要照同大家分享嘅啫啊，咁啊就喺美國嗰邊咧，一旦咧敵人被創造了出嚟，一個用創造呢個字啊，咁啊就會繼續出台啦，對應嘅威脅啊要順理成章啦，咁啊其中最重要就一條就係好似上次冷戰嗰時啊，呼朋引類啊，拉幫結伙啊，咁啊而且咧用意識形態嘅語言咧，將形容為咧係民主同埋專利嘅鬥爭。嚟到描述呢個對抗，只要佢俾人咧好容易推銷啲，成為好人同壞人之間嘅正邪對抗。咁啊，但係咧，美國決策者似乎唔明啦，中國唔係蘇聯啊。咁啊就其實咧，中國喺初初嗰時咧都希望可以同美國打關係㗎，好可惜啊！美國唔肯，咁啊冇辦法啦嚇，咁啊就。一拖咧就拖到咧就係終於係70年代啊！好啦，咁而家就講講咧，就係中國呢個共產黨個政治基因係咩咧？咁樣佢就話咧係來自兩次咧歷史上嘅創傷。第一次咧就係我哋中國人自己受嘅，喺1840年去到1949年嘅8年國耻，當時啊虛弱不堪嘅中國咧處喺外國統治之下，幾乎咧喪失咗所有嘅主權啊！咁啊，上海啊，我哋知道咧，就分好多嗰啲租界啊。咁你租界上面咧，竟然有嗰啲俱乐部门口啊，仲傲慢地写住咧"中国人与狗不能进入"啊。咁呢一个对中国人嚟讲，可以话非常之伤到我哋嘅自尊噶。咁第二个咧就系苏联模式嘅倒冧啊。咁啊，一个腐败、自私、臃肿而下一代嘅官僚集團領導之下咧，呢個腐朽墮落嘅蘇共垮台，咁啊俾咗中國咧不少反面教材，即係話呢一啲唔可以做嘅，咁啊就使到中國更加能夠反省應該點樣。咁啊想了解中國嘅領導人對嘅世界觀，咁啊正話嗰兩個背景好重要啊，咁啊所以咧喺中國一方面治理中國，另一方面同外國打交道時咧，係特別維護咧，係維權啦、保護啊，同埋促進中國嘅核心利益。咁啊，咩核心利益咧？咁樣個核心利益其實就可以話就係統一中國人對統一呢個問題咧，永遠咧係非常之重視嘅。第二就主權同埋領土完整啊。咁所以咧，台灣啊、新疆啊、西藏啊、香港啊、南海問題呢啲咧。中國係冇得傾噶，咁啊，然後咧，中國就覺得自己咧，只要咧係做啱嘢啊，咁啊和平崛起咧，就會水到渠成。咁啊，而家我哋一見到，的確啊，中國喺呢方面已經做到咗啦。咁中國喺崛起期間咧，係未曾出過兵去侵佔任何人嘅地方，係以自己嘅努力啊，係崛起嘅。咁啊，就令呢個作者驚嘆嘅就係咧。總是善忘同埋無法與外國建立穩定關係嘅美國人唔同啊，中國人對歷史有非常敏感嘅嗅覺，往往咧係從着眼係長遠嘅，咁所以咧西方國家用一
短視嘅角度同中國競爭咧，一定係徒勞無功啊！咁啊，呢度我前面就講咗一段歷史，我呢段歷史同大家跳過去啦。咁而家講緊咧就係而家今日美國做緊啲咩咧咁樣美國決策者咧就係着手咧就建立一個類似冷戰時期嘅聯盟法律同埋咧機制體系，咁啊就包括咧當然咧就有嗰個嘅五眼聯盟。五眼聯盟啦，有嗰個四方機制啦，又有嗰個三個國家嘅 AUKUS 啦，呢啲另外國會亦都通過咗咧，針對中國嘅戰爭戰略競爭法啊，咁啊，然之後呢個法案每年咧會撥3億美元咧，你要俾一個叫做反制中國影響力嘅基金，咁啊，雖然咧中國離開佢哋咧有3500多英里遠啊。但是不約的觸覺就會繼續想伸過來亞太地區，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等等，想搞一個亞洲版的北約，這個完全以軍事為主驅動，以安全為中心的老套路，在今天來說已經是行不通了。為什麼呢？他說首先要看中美兩個經濟發展之路。中國利用自由貿易、投資等經濟工具，外加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爽快、禮約的能力，中國贏到全世界的民心。一帶一路倡議和它的金融附屬機構，譬如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是一個包容性的姿態建立了自己的信譽。在美國上面直到現在才意識到中國已經建成一個龐大的全球貿易、投資和地區的聯通聯繫體系，這個體系由經濟、能源、港口、管道、公路、鐵路等等吸引著很多國家參加。我們要知道在聯合國裏面的193個國家之中，有130個國家對華貿易的規模是大過對美貿易的規模，即是說很多國家以中國作為最大的貿易夥伴。那我們看看美國方面怎樣。美國方面就他就退到去2006年那時小布殊執政期間，美國大張旗鼓宣布要啟動重建機會區域，這個計劃旨在是為生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的人民創造經濟機會，希望用和平繁榮來代替戰爭。但可惜他們得不到國會的支持，這個計劃失敗了。跟著到在奧巴馬時期，奧巴馬時期他就啟動了一個所謂的新絲綢之路，就由印度開始的。中國人對這個完全沒有興趣，他這個作者記得幾個月之後，在2012年1月他同到訪巴基斯坦那時的時任中國外長王傑持一次對話，那時他說事實上只有一條絲綢之路，他就起源於2000年前的中國，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新絲綢之路，他起源於美國贊助下之印度，所以這個也都搞不成。好啦，特朗普時期如何呢？咁啊，嗰時推出一個叫做 Build 嘅法案就係想更好咁利用投資促進發展呢個華嘅宿舍。咁就有一個重要嘅新組織就係發展金融公司 DFC。咁就諗住攞嚟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咁結果咧，喺起初嗰時，發展金融公司將600億美元嘅預算，但係咧，計劃最終不了了之啊！咁啊，講到而家呢任啦拜登搞個 B3W 啊，呢個上年講嘅嘢，咁一年之後改咗名但係一樣乜嘢都做唔到。無論點樣都好啦，咁而家美國嘅政策將中國同俄羅斯就推埋一齊，咁中國已經唔係當年美國對付蘇聯嗰時嘅盟友啦當時如果冇咗中國支持咧，蘇聯的解體就會冇咁容易，冇咁快啊！所以美國未必贏得呢一次嗰次嘅冷戰嘅。咁而家嚟講咧，美國唔可能再自稱係全球唯一嘅超級大國啦但係咧，美國入邊我琴日同大家分享嗰個
文章啊 ，National 又喺 National Interest 嗰度仍然堅持自己想做唯一嘅超級大國，但呢樣嘢我相信咧已經好多真真正正對全球政治有認識人士咧會睇到已經呢個係過咗時啦啊！但係美國唔緊要，佢哋繼續會咁諗啊。咁其次咧就係一般嚟講咧，美國吸引人咧就因為佢個軟實力啊國家自由啊、民主啊諸如此類一大堆嘢。咁就有好多機會啦，有好多資金啦，咁但係咧呢種咁嘅吸引力咧，而家已經慢慢消失啦。大家發現咧喺美國上面嗰、那個從佢嘅經濟啦，從佢個治安啦，從佢個環境嚟講咧，已經咧遠遠啦落後於中國噶啦。如果從文化嚟講啊，中國文化就非常之闊達深遠啦，個文化就非常之多。如果從個安全嚟講，中國城市遠遠比美國城市安全。至於機會嚟講，中國的機會亦都越來越多，所以我相信未來吸引全球的精英最大的吸引力都應該是中國，但是目前嚟講仍然受個軟勢力的影響，所以仍然很多人未看到這件事。咁又另外佢話咧，就2022年啦，就中美兩個領導人都係話咧喺本國重要嘅過渡期。咁佢指咧，今年秋天咧，中國就會舉行咧第一次最重要佢哋最重要嘅黨代表大會啊。呢個就係會決定啦。習近平咧會唔會有第三任啊？我覺得呢樣佢哋少擔心，我絕對相信咧，習近平第三任係非常之可能噶啦，而家基本上已經定咗落嚟，我諗都幾難咧，係唔會係習近平執任第三任啊？對拜登嚟講咧，情況啱啱相反，我覺得就係2022年呢一次嘅中期選舉啦，之後咧，拜登將會變成個跛腳鴨政府，咁啊去到2024年啦，更加咧冇乜機會可以再執政啦。加上而家更啱啱就感染咗新冠啦，亦都希望佢咧大步攬過。咁啊，所以咧，我喺呢方面我就完全睇好中國。咁而第四咧，就係而家喺個競爭方面嚟講咧，中國已經由咧普通嘅製造業咧向高科技製造業啦，係轉過去噶啦。咁而喺一啲重要21世紀嘅創新嘅關鍵技術咧，譬如科技領域，譬如人工智能啊、5G 啊、雲計算啊、機械人技術啦、嗰個科學技術、工程同數學研究啊等等，咁啊中國咧最少同美國咧並駕齊驅啊，或者甚至領先一籌添。咁啊就我哋前嗰排同大家講過啦，係國際奧林匹克嘅各項比賽啦，包括物理、化學、數學，咁啊中國隊贏到離行離啦成條街，而咧喺世界好多其他隊伍之中咧，亦都咧不乏咧華人嘅身影，所以呢個反映出咧就係中國喺呢方面已經咧係領先嘅啦。不過咁國際奧林匹克比賽係屬於一個咧係高中級嘅比賽啊，唔係去到大學級嘅，所以咧唔能夠定所謂真正嘅領導與否，但係起碼我哋見到呢一個比賽之中，中國嘅學生個成績咧係非常優異。咁最後佢講到咧就係全球嘅重要性問題上面，其實中美嗰個利益嘅係大利益重合啊，係大過分歧嘅。咁佢都指出咧，就係唯一唔分歧嘅地方就係以色列同埋中國保持密切關係，咁啊使到美國唔高興，因為咧尤其是中國喺以色列建造一個唔好意思啊，各位朋友，咁啊海法港，咁啊就美國稱之為有潛在安全威脅，但其他領域嘅譬如全球氣候變化、反恐活動啊、尋求地區互聯互通啊，同埋建立自由貿易等等組織。其實咧，兩國合作機會好大嘅。咁啊，至於喺拉平結友方面咧，中國就唔會話中國係一個不結盟國家啦，所以咧就唔會同其他國家結盟。
但係咧，譬如中國參加個 RCEP 啊，咁啊已經係全球三分之一咁滯啦，30% 嘅工業產出同埋30%嘅全球貿易，咁啊就嗰個 RCEP 入邊嗰個條約咧，而家靈活好多噶。咁啊，20年內咧，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第一次咧喺全球問題上採取相似立場。佢就好似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同埋斯里蘭卡等國家一樣，都係喺選擇烏克蘭嘅問題上面咧投咗棄權票嘅。即使咧，好似阿聯酋啊、沙特阿拉伯等美國嘅堅定盟友咧，都喺烏克蘭問題上面咧持觀望態度。由呢度可見啦，美國咧已經咧唔能夠係變成咧世界唯一嘅獨大啦。所以咧喺個背景之下咧，美國闖出咁對抗或者遏制中國咧，而不如咧喺歷史中吸收經驗。當代地緣政治現實中吸取教訓，重新咧審視同埋重新設置新嘅對華政策，咁啊可能啊對美國更加有用。